监管又盯上他了，一个闪现，拿下。这两波也太下饭了吧！什么？竟然说我下饭！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大家看到啊，表妹居然说我的守墓人下饭，我不服，所以今天我就再来一把守墓人，证明一下我自己的实力。哎，开局我就直接修机，怎么说？虽然这个点有点招鬼，但是我完全不慌，好吗？来呀、啊，捉我啊！嗯？啊，不会吧？哎，不会吧？还真来了！我只是开个玩笑啊，大哥。咦？哦，这个镜子放得好歪呀，看来是打不到我了。哎，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倒霉呢？不过他为啥要第一个选择来捉我呢？难道说他也看了表妹的视频，觉得我守墓人很菜？嗯，这我就不爽了啊！我可是要发威了。我操，这人怎么不跟着我脚印走啊？幸好我遁地遁得快，不然这里就要吃一刀了。有点意思啊，看来不能粗心大意了。哎哎哎，这里被卡了一下，完蛋了！我就知道这一刀吃的真是冤枉啊！我不就回头看你一眼嘛。哎，不过问题也不大，想捉我还没有那么简单。兄弟们小心了啊，我要跟这个红夫人跑马拉松了。啊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操！我竟然被他套路了！我竟然被他套路了！啊！我真是太菜了！哎，那个舞女来救我了，看来队友对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啊！那我可不能让队友失望了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被抓了。哦！漂亮，闪现空了！哇，没想到我芒某人也有如此秀的操作，不好意思啦，我溜了。哦，终于摆脱了！现在红夫人的仇恨已经被舞女拿走了。要不是刚才舞女放个减速音乐盒，我估计也躲不过那个闪现刀啊！这个舞女简直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！所以我也不能让她被抓了，赶紧压机！舞女，你坚持住啊！哎，表妹，过来修机啊！好的。我操！我叫你修机，没叫你直接开机啊！你这坑货，舞女要被你坑死了！哎，不管了，先去开门了。传送过来了，快跑！漂亮，舞女跟表妹都安全到门口了，就剩一个囚徒了。哎，看来只能牺牲那个囚徒了，真是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啊！哎，算了，就给他一个镜头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吧。